前天诞生的第一无级别笑里藏刀项链，各位应该都有所耳闻吧？他光速被109级特立独行战队收入囊中。号主的门派是化生四，至此又一个109顶级化生四诞生，他也是目前唯一凑齐愤怒无级别必备六特技的化生四。一起来看看战队指挥是如何评价的吧。好，兄弟们，先去开孔啊！一个比较高端的团队，兄弟们，他项链肯定是开双孔的，所以这个项链咱们买到以后啊，肯定是开两面。开两面啊，我们是决定是开两面，然后两套服饰，一套门派，一套暗度陈仓。啊，这个化身呢，应该也是会真正意义上的，能有两个暗度陈仓啊，一个这个化敌位，或者两个化敌位有一套暗度陈仓啊，全神威唯一一个，全是无孔的，而且这个化身应该是同时能带上诅咒金青罗汉破甲少离水星啊，唯一一个。四件无级别无孔特技全梦幻，至今为止啊，唯一一个历史第二个啊，曾经还有个化身出现在我面前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吧？就是我正哥，也是7806特技完美特技化身啊，完美特技化身能同时带上金青罗汉诅咒的我正哥，但是我正哥呢，势必也已经变成传说了啊。现在这是第二个你们能看到的780化身，好吧，这个化身啊，对，新加装压你啊，并且我们团队也准备把这个光芒石给敲掉了，细节要全部给拉满，这个上翡翠吧，兄弟们。好吧，上翡翠啊，态度啊，五件无级别啊，五件无级别，武器没在这个号上，兄弟们，武器没在号，武器我就找找图吧，好吧，大家来刷经验我就不上了，我给你们找找图，你们有些兄弟呢在粉丝群里呢，有些兄弟呢都见过，带着把武器，今天给他批了一下，兄弟们，给他批了一下，无级别罗汉金钟，这武器已经下架了，已经下架了啊，3000吧，3000就 OK 了，现在拿不过了，现在在我正哥号上青花瓷，啊，无与伦比青花瓷啊，没有时间说的，帅不帅？兄弟们，这以后帅不帅？我都这以前神威梦幻神威历史上有出现过这种样式的六特技化身吗？我们现在武器没有特技啊，我们现在都是露馅了。我觉得这样还帅一点，哇，他真的帅不得！来交易交易，这红丸丢过来，我们老板说啊，这造型。我操！来红丸丢吧，今天归去我，现在没票啊！你又没解锁，快点！我靠！兄弟们，我说实话，我做指挥这么多年啊，没有执掌过这样的化身。我真的，我做指挥这么多年，真的没有执教过这样的化身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化身是我指挥这么多年。这套装备样式梦幻就从来没有出现过，而且这种不是硬凑的，知道吗？这是完美搭配，这不是一个硬凑的。你说硬凑的没什么好讲的，完美搭配下能有这种效果，这真的是完美搭配后一画有这种效果啊！我靠，锦衣这套没有青花瓷没办法，关键这竟然是化身兄弟辅助镜头，我觉得这号真的是辅助镜头了。啊，别对比人家化身了，兄弟们，大家其实现在神威化身都很强，你让我对比，咱这不得罪人嘛，都很强。只是我觉得我现在施总这个化身呢，已经是施总这个化身在买完这条项链以后，兄弟们，已经真的是脱离五行之外了。这化身应该别的化身都是130的鞋子，这施总150的呀。别的化身有无级别特技项链，所有都是130的无级别特技项链，我施总140的。别的化身有些还是130的无级别特技头，我施总是140的。别的化身大多数都是100的武器，我施总是130的，还是无级别罗汉大特技加属性。